喂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日前就睇咗就话阿何君尧个团队系嘛，咁就搞咗个好市民奖，好市民奖，咁咧就都唔错嘅，都成功嘅，应该就系嘛。但系有个问题，我就谂到有个问题，咁咪因为政府都有搞好市民奖噶嘛，系嘛？应该就警察部搞嘅。係嘛？每年都搞好市民獎，OK？咁佢警察部嗰個好市民獎嗰個準則咧，係嘛？嗰個標準咧，就唔知同阿何君堯議員佢哋嗰個好市民獎嗰個準則咧，就係咪一樣？係咪一致？係嘛？咁就會唔會有人為因素啊？不公平啊，嗰啲咧，有冇人監察㗎？喂，何君堯，你哋嗰個好市民啊，係咪即係會唔會揾啲即係你哋識得嗰啲人，即係喺黃絲黑布咧，反政府暴亂嘅時候咧，就出嚟嗰啲做嘢啊，出嚟做嘢係嘛，搣連儂牆啊，嗰啲洗地啊嗰啲，係嘛，或者嚇話有個話保護啲。一齊出嚟做嘢嘅人嘅咁樣，係嘛？好市民係嘛？就你哋嘅準則，同埋嗰啲人係你哋識得嘅多數係嘛？會唔會啊？咁你哋唔識得嗰啲會唔會有冇揾啊？我就聽啊民政司署嗰個老人家啦，即係嗰個老到頭都耷埋嗰個咧，凤白男啊叫做，咁咧就我揾過有個婆婆係嘛，搬嘢婆婆就揾唔到，係嘛，揾唔到啊！咁啊，當然除咗個婆婆，仲有好多好多咧。我哋喺個電視上面睇到係嘛，好多好多。咁啊，報章啊，各樣都有好多好多。OK，就唔知有冇揾，唔知有冇計埋。OK，咁就咁你哋個準則咧，最緊要就講翻，係咪同政府警察部嗰個好市民獎個準則咧，係咪一致先？咁唔係一致嘅話，即係你另外一個標準噶咯喎，即係你哋眼中嗰個，你哋評審委員會啊，眼中嗰啲好市民咧，就另一個標準咯喎，係嘛？即係你覺得佢係好市民，咁啊當然就係好市民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即係好似小虎 Sir 嘅警察都係市民嚟嘅，係嘛？咁啲消防員都係市民啦，係嘛？咁就救傷隊嗰啲都係市民嚟噶。咁多市民嗰度做咗咁多嘢喺反政府暴亂，係嘛？淨係警察部嗰啲都好多警察市民啦，係咪先？警察啊，佢又係市民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中箭啊，鋸頸啊，係嘛？件衫燒着啊！中彈啊！打爆牙啊！係嘛？佢係警察又係市民啊嘛，係咪先？有冇啊？點解冇嘅嗰啲？點計㗎？你哋啊？點樣評核嘅先？係咪？係嘛？你另起爐灶咁咯，有啲感覺就有啲似啊袁弓儀搞嗰個香港議會啊，即係佢覺得依家呢個議會咧就唔掂嘅。即係麻麻地啦，或者係嘛？就咁咧，佢就另立門户係嘛？再另外搞一個議會，OK？啊，袁弓儀啊，咁咧就已經發覺佢咁做咧，就有搞港獨之嫌，同埋咧就係干犯國安法啊，相等。咁於是咧就100萬通緝佢，OK？100萬通緝，係嘛？搞香港議會，另立爐灶，係嘛？另起爐灶。咁而家你咁樣，你哋依班人係嘛？團伙啦，或者你哋都係一個團伙嚟嘅，係嘛？團團伙伙啦，你哋都屬於。咁就喺度搞呢個好市民獎，係咪先？咁就另起爐灶，會唔會又係同袁弓儀嗰啲咁樣，係嘛？咁啊，差唔多情況喎，即係對於政府嗰個咧，你就
話唔理啦，或者覺得不滿啦，係嘛？就另起爐灶，自己又搞一個好市民獎，係嘛？咁邊個高邊個低咧？政府嗰個好市民獎高啊，定係你哋個好市民獎高啊？定係你哋個認受性高啊？定係政府嗰個認受性高咧？啊？係咪會有呢個問題啊？咁第日好多政府頒發嗰啲獎，你哋都可以頒噶咯。講真，譬如大紫荊金章啊，嗰啲勳章啊，嗰啲啊，係嘛？英勇勳章啊，係嘛？各類係嘛？咁你哋都可以整一啲勳章噶喎，係咪先？係嘛？你哋又整啲大梅花勳章啊，係嘛？嗰啲啊英勇獎啊，由你哋認為英勇啦，當然你又有一個評審委員會啊嘛，係嘛？另起爐灶啊嘛，係咪？啊？我就越諗越覺得係有問題，好有問題，係嘛？咁睇曬成個節目咧，就好似喺度吹捧啊何君瑤咁樣，我感覺即係未必啱嘅，未必啱嘅。啊，做一個咁嘅節目為題，然後背你咧就係、是、去吹捧啊何君瑤，係嘛？啊，有冇咁樣做啊何君瑤？啊？咁就好有問題。OK， 係嘛？咁就考慮清楚先整啦，我諗有啲嘢係嘛？你又可能都係覺得嗰啲人咧無名英雄咧，點都要整翻啲獎勵俾佢嘅係嘛？都得嘅，你唔好咁高調啊！唔好又用埋依個名，你又係好市民，咁人哋又係好市民係嘛？政府嗰個好市民獎同你依個好市民獎，咁點樣去衡量咧？係嘛？啊，就搞不好呢，這些都屬於是抵觸港安法的，我覺得 OK 都是抵觸港安法，是吧？逢是這樣另起爐灶跟政府打對台的活動 OK 都有機會抵觸港安法，是吧？那你何君瑤你律師來的，又懂讀埋中國法律添，仲係嘛？咁就考慮下啦，係嘛？分析下啦。OK， 法律我哋又識皮毛，乜都識皮毛嘅啫，全部憑直覺嘅就講嘢。OK， 係嘛 ？Basic instinct， 係嘛？OK， 好，下次再傾。